我们在一个 RV site， 就是房车营地。因为我们跋山涉水有点累了，所以想休息一两天。然后我们明天或后天就开始走了。这个房车营地很简单，就个厕所啊，还有垃圾桶啊，然后就这样。还有这种的饮用水。这是专门给帐篷的营地，这是河，那是大海。上面这个，今天我们在桥上看到了一个牌子，这是一个河，这个河的名字叫 Jordan River， 乔丹河。那这个说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河是三文鱼的栖息地，但是呢，这个河被 DC 的这个供电局给毁坏了，这个栖息地被毁坏了。Baby club.